不能原谅你。我永远忘不了你跑到我们单位，把怀孕的化验单扔在我的脸上，大庭广众之下你说你跟高建礼在一起了，你说你们有孩子了，你们是真感情，你逼我离婚。你化验单是假的，假是假的。什么是假的？化验单是假的。化验单是假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高建玲，秀兰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当时郭燕她姐姐怀孕了，她就央求她姐姐帮忙做了一个孕检。院长跟我什么都没有，怎么院长是清白的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俩从来都没有任何事情，都是我的错，全是我的错。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这样的？你怎么才来呀？对不起，秀兰姐，三十多年再说这些，我爹呀，爹呀，对不起，秀兰姐，对不起，都求你原谅我，对不起。你给我住嘴！你的一句对不起，能弥补我们家三十多年的时间吗？你能还给我三十年的人生吗？你害得我们家家破人散啊！我跟高建岭离婚的时候，我儿子才1岁，我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呀？对不起，你太恶毒了，你太恶毒了。你太恶毒了，恶毒的简直不配人原谅。走，离开我家。对不起，秀兰姑人。这三十年。怎么会啊？谁呀？让你猜猜我是谁。老高，你快松手，快点松手。我就不松手。来，松手。哎呀，这么多。松手。你快点松。松手。我生气了啊。哎，你别生气呀。秀兰。咱们已经错过35年了，时间紧呐、啊，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恋爱。你松手，这么多人看着咱们呢，快看吧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正常谈恋爱，我怕什么？小点声，我又不小点声，你小点声，好，小点声。多大岁数啊谈恋爱？多大岁数啊？再说了，那谁说岁数大就不让谈恋爱了？啊，既然我们可以重返校园，那我们就可以重走青春路，好好谈恋爱。走，来。带你玩去，走，郭总，来，蓝的天和白云，真好玩。不是，这都是小孩玩的。我们就是小孩，我们今天就小孩了，怎么了？干什么干？都是小孩，谁也不用拍谁啊！来，我小朋友玩，不用，干嘛要玩啊？我教你怎么玩啊？干嘛呀？
哈哈。